当に？愛には罪はないからな。おじさまが指示してくださるなんて。でもな、一つだけ条件がある。それを飲んでほしいんだ。どんな条件？お前を支持してるってことは、お前の父さんには内緒だ。お前の父さんが知ったら彼のことだから、お前のお母さんが作った寿司をしばらく食べられなくなっちゃうだろう。もちろん絶対お父さんには言わない。もしお父さんが食べさせないんだったら私がこっそり持ってくるからね。本当か？あ、おじさま、私本当に嬉しい。まさか同意してくださるなんて思わなかったから、てっきりお父さんみたいに絶対ダメだって反対されると思ってたから。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ちゃんと指示するよ。ありがとうおじさま。午後の会議の準備が整いました。大佐に進行の方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出てけ、出てけと言ってんだろ。ごめん。驚いちゃったか。ちょっと仕事が入ってようだ。おじさまがあんなに怒ったの初めて見て、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ちゃった。しょうがない、俺だって軍人だ。おじさんを許してくれ。そうだ、あと一つお前に言っと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がある。これはお前の父さんも知らないことだ。彼はもしかしたら関連かもしれない。え、彼って誰のこと？誰のことだって？あ、この後会議に出なきゃいけない。悪いけど今日は帰ってくれ。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によろしく伝えてくれ。はい。じゃあまた日を改めてやるか。おじ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じゃあまたな。おい、入れ。お前たちよく覚えておけ。恵子はここに来てるときは、今後どんな大事なことが起きてもここに勝手に入ってくるな。分かったか？恵子はまだ純粋無垢な子供だ。それに俺の親友の娘でもある。小さい時からあの子をずっと見てきた。俺の娘のようなもんだ。あの子には戦争とは無関係であってほしい。彼女を傷つけたくはない。大佐、恐れながら先ほどお二人の会話を少し耳にしてしまいました。彼女とシナ人との交際を支持するような発言には何かお考えがあってのことなのでしょうか？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だがこの戦争に勝つためには俺ももう手段を選べない。会議の方の準備は整ってるか？準備できています。ええ、去哪？我找鬼谷大佐有事情，你们可以跟着我。好。
想鬼谷先生应该能够想到我的担心。伙计们，不说了。有什么新情报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欧爷，我建议咱们不要再等了，现在已经要到交易的时间了，如果再等的话恐怕时间来不及，就算没有情报咱们也只能硬上了。还要啥情报啊，兄弟，干吧，杀了这个叛徒，替咱们死去的战友报仇。娟子，一会儿你和我一起混进人群，找出威杰，趁机暗杀他。好。晨曦、大江跟燕儿，你们三个在外围接应。一旦我们杀了温一杰，夺回档案，立刻按照原定路线撤退。记住了，尽量不要开枪，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好。行了，大家准备去吧，半小时后出发。好。好。好。姐，我能做点什么？钟和，你上次任务完成得很好，不过你这次受伤了，就不用参加行动了。这么点小伤没事，再说我都好了，你让我参加吧。好了，真好了。我看看。哎，钟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受伤了，我得对你负责任，我更得对组织负责任。你说你带伤上阵，万一出事了怎么办？我希望你顾全大局，好好在家休息。等着我们胜利回来的消息，啊！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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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好了好了，别哈利路亚了，拿上东西吧。刘姐，这次的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这次我们成功了，下半辈子就全靠他了。行，哟，你放心，我这次肯定给你办好，办得稳稳当当的，不掉链子，我认个大上命，我也把这个给你办成了。好了，要是办好了，你别叫我舅了，我叫你舅。真假的？哎舅，这可你说的啊，要办成了的话你跟我叫舅。行行，你请好吧。啊，干什么？他们出发了。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您继续待在屋里。看见钟和了吗？没看见。怎么了？惠子，休息。好了，出发。
惠子，惠子，惠子，你怎么了？干嘛跑成这样啊？怎么了？今天下午3点，教堂交易，届时会有狙击手埋伏，告知情人一定不要轻举妄动。惠子，你告诉我这从哪儿来的？一个人丢给我，他还说你有危险，你有危险。情人节早就出发了。단자이가미신행주나뭐예요야你很守时，而且没有看到任何的刀枪的。我带着巨大的诚意而来。谁信？若我现在要是明抢的话，一定会被乱枪打死。完了，来不及了，跟我来。Thank you.
恭喜呢。先别急，忘不了。怎么了？没带啊？怎么可能呢？三人，你看前面唱诗班里最左边的第二排的第一个靠近钢琴的是他手。该你了。好。怎么了？祷告一结束，你的东西就可以拿到。那个东西你已经验过了。那是我不知道，你的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别逼我！你这，你是期待了？聪明的，你不能让我把当官爷爷搬给你看吗？你别忘了，王俊宇可能已经到了。你想这么做的？给你的意见。他来了，我就走不掉了。他们在那儿。有埋伏！有埋伏！程云姐，走。有埋伏，有埋伏，快！
去哪儿啊？一会儿就知道了，马上就到了。惠子，别闹了，我还有好多事要问你呢。现在不要说，一会儿就告诉你。哎，我得提醒你，你一天都没回家了。不用管他了，快快快！宋宗先生会着急的。不用管他了，快快！散散的没你啊，娜，入隊して30年。 初めてだ。どうしたんだ？あ、しっかりしろ。お前ら今日ちゃんとやってくれた。俺も満足してる。だから今日は最初から最後まで俺らやられっぱなしだったな。 大佐、今日は本当ならば保安庁員を撃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こんなまたとない機会を逃した自分が情けなくて仕方ありません。軍法を甘んじて受けます。処分してください。それと射撃を邪魔した男を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恵子さんと一緒にいる男でした。そうでしたら、奴を捕まえて拷問すると情報をもらえると思います。今日の行動の対価を払うんです。密航、関東軍司令部に提出する伝聞の起訴をしてくれ。今日の教会での一部始終をパシく書くんだ。俺たちが被害者だ。教会の安全を守ったのも俺たちだ。 わかりました。うん。詐欺。シェングアンライへの監視は解除してよろしい。わかりました。哎，惠子，你干嘛呀？干。是啥？ 不是，你向我骑马？是，这是驴啊。我兜里没有你那么多钱，而且不像你那么支付支付。我好不容易借过来这个呢，所以你借我可以吗？这，你学着其他干嘛呀？你今天骑这马非常帅，太威风了，马上就让我让米了。哎呀，你是怎么做到的？太威风，太深浅了。所以呢？ 我就想想，以后是你会做什么，我就跟着你学，绝不落伍。好，惠子，来，坐。惠子，你今天才是我们最大的功臣，如果没有你，今天的事情啊，一定糟糕透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必须回答我。 这很重要。好的，那就我答应你的话，你叫我骑马可以吗？好，我答应你。我早知道是你想问什么了，那张钱是杜西队的，钱队长是给我的呢。你见过他？ 很早就前世，我在鬼谷叔叔那边是见过的。他现在安全吗？安全，好像是两个人老跟着他的。太好了，惠子，太好了。好了，该你了，你现在教我骑马好吗？惠子，改天好吧。<笑>
你说话算是吗？哎，真的有重要的事儿，我真的有，我先走了，惠子，哎，惠子，你答应过我的。啊，好，惠子，惠子，惠子啊，你看啊，这个呀，它是驴，哎，它不是马，你好好看看啊。啊，我呢只会骑马，我不会骑驴啊。惠子，好好看看啊，好好看看。惠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今天我就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这么说，钱广来没事了？一定不会错的，惠子亲眼所见。青云姐，这下你该放心了吧？我就说嘛，广来哥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有事儿的。鬼谷对钱广来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会严加监控钱广来。就算钱广来有本事把消息传递出来，他也能够让钱广来插翅难逃，以防不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我们的耿中和同志无意中呢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惠子。就是，中和，这次多亏你了。不不不，这次消息是惠子给我的。哎呀，你谦虚什么呀，惠子的消息不也是广来哥告诉他的吗？行了行了，不争了。虽然瘟疫节能消停几天，但是呢大家还是不能松懈。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又要回到查找营救马大胡子的人身上。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始终都没有他们的消息。如果他们真是我们抗联的同志的话，那我们还真得想办法把他们找到啊。嗯。我办好了，你别叫我舅了，我叫你舅。真假的，阿舅。这可你说的啊，要办成了的话你跟我叫舅。行，真叫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愿赌服输。我什么时候跟你打赌了？不过呢，不过你今天做的确实很成功，是吧？要不是你啊，现在硅谷早拿着档案在家打笑呢。但是你不要蹬鼻子上脸啊。我不。我。阿娇。丧命啊！我，你说这事儿吧，
是没成，但是你今天所有的这些行为，都让九大吃一惊，啊！哎，真要是没有你，咱俩就全完了。哎呀，我当时是真没辙了呀。九呢，给你在这儿赔个礼，道个歉，啊，九错了。就这几年，有些事情对你做的有些太过分了，你就别生九的气了，好吧？你也就是的，总是你自己不争气，你要总是这样的话，就还能骂你吗？就还能打你吗？是不是？搞清楚了吗？今天下午教堂那边的枪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从教堂广场那边回来，问了很多人，都说当时很乱，都说不知道谁打谁。老百姓现在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还说是马大胡子下山来了。吴天王，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看来硅谷大佐一定要把我们送到东南亚前线了。我们要上了前线，你也不会好过。我真尽力了。你已经很出色了，只是我们的要求太高。但是我们现在能依仗的人还只能是你。好，我明白，我明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耿中和，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筹码。只有找到耿中和，我们才能找到黄秋英。知道了。好了，你回家吧。这两天你的媳妇儿总是埋怨你回家太晚，都是我们的不对。你们怎么知道的？你今天去教堂的时候，我去拜访了你家，你媳妇儿很好，你孩子也不错。我给了他10块大洋，你媳妇还说要我经常找你喝酒。李宝生，好好干，我们既可以让你过得很快乐，也能让你很难过，明白吗？明白。明天就去找耿中和，然后再去打听黄秋英。我去银港书院已经好几次了，很不巧他好几天没有去上课了，我能找到他的地方只有那里。那就再去找，他总会出现。好了，你这玩意儿冷，好饿，是吗？比如说太阳就有点冷。你好。我是松村俊普，惠子的爸爸。我知道你，你是松村先生。惠子没来上学吗？没有，我今天替惠子请假了。我可以跟你聊一聊吗？可以。那用不用我帮你请个假？不用了，咱们走。上车，请。
我们点点什么吧。这里的日本菜肴很地道，我们日本侨民非常喜欢来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你应该不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要不我替你点一些。松村先生，您不必客气，您要有什么话就尽管对我说吧。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很失败的父亲。我今天一早又和自己的女儿吵架了，吵得很凶，她哭得很伤心，所以我就和学校请了假。她长这么大，这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她爱上了一个中国男孩，我们在这一点上有着巨大的分歧，我坚决反对。所以每次一聊起来总是不欢而散。你知道吗，我现在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能够帮助我。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惠子的妈妈已经动摇了。我本以为我最好的朋友特高科的鬼谷大佐能够帮助我，可是也没有成功，他反而很赞成这件事。最可怕的是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我担心会失去惠子，永远的失去他。我五天都没到工厂去了，现在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做任何事情，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我很理解你。那好，告诉我，你能离开他吗？只要你能够做到，我可以答应你的任何要求，金钱、房子、地位。会伤害你的自尊心，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你在说大话。すいません、松村で取った部屋はどこですか？松村先生，您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理解并不代表同意。我喜欢惠子，在很早以前我就喜欢上她了。她的单纯和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换句话说，我爱上她了。我早就知道您会反对我和惠子之间的事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会很难很难，但我要坚持，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去爱或者被爱的权利，这会冲破一切的地域文化传统的束缚。那是因为这一切的束缚你们还没有去经历。年轻人，不要忘记，两个国家还在进行着战争，战争是残酷的，没有人性的。我担心惠子会因此受到伤害。我会保护她，我绝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